大家好，我是吉他师伟。在我手里呢，这把是 ALP 折叠无头吉他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便携、小巧、可折叠，这样它就特别的小，而且很方便。使用的时候就这样可以拉出来。还有就是它自带基础耳放功能，插个耳机随时可以练琴，而且不扰民。这边是它的充电口。然后第三个开关呢，就是它的耳放功能，打开、关闭。还有琴头呢，它有一个拨片盒，你可以把你用的拨片放在这里面，以防丢失。它的琴弦呢是普通的琴弦啊，不用担心琴弦断了过后需要特殊的琴弦才能满足它。那么当我们需要调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在琴桥侧面这儿有一个磁铁吸附的一个小扳手。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很轻松。用完过后呢，放回去，不用担心它掉，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需要一把携带方便、随时随地能练习的吉他 ，ALP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